老王，哎，你进来干嘛？这么早你就铺被子睡觉啊？这都几点了，我不能睡觉啊。哎呀，你看咱俩也冷战好几天了，哎呀，赶紧出去，出去。看我都来了，喊你呢，给个台阶下呗。你当时把我撵出来可不是这么说的啊。哎，当时不是气话吗？你看这两天咱们家暖气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就是不好，这么冷，一个人睡更冷了，俩人睡不还暖和吗？我不回去啊。我是有骨气的，有什么骨气啊？跟你媳妇还有骨气，赶紧的吧，回来睡吧啊！等你啊。你这是在给我道歉是吗？你觉得呢？嗯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小样，我就知道会主动回来请我。哎呦，我这几天不回来睡觉，这连被子都换新的了，呀，我给你买一床新的，好看吧？挺好看的，这么喜庆啊。上床试试，试试啊！快点，来来来。是吗？怎么最近这么主动了？现在呀，这偶尔不也得表现的贤良温顺一点吗？是吗？舒服吗？这床？我还没睡呢，这个你试试吧。行，我试试啊。嗯。哎，媳妇儿，嗯。你别说，这新被子盖着就是舒服啊，是吧？暖和。挺暖和，比那屋暖和多了。这边也滚滚。这边。嗯，还是原来的床舒服，哎呀，赶紧睡觉吧。行了，走吧你。干什么呀？暖床可以了，我这里边够暖和的了。你走吧，我怕冷，所以让你过来暖暖。不是你，让我回来就是让我给你暖被窝是吗？你刚理解透啊，赶紧走吧。哎呦，真是，哎呦，我以为你变了，原来你真的还是以前那样。我还是那个我。行，别喊我回来啊。我告诉你，喊我也不回来了。